但是这三个运动必须既包括跳台也包括跳板，考量运动员对跳水综合能力的把握。两个人六个动作相加的总分按照从高到低排名，最终美国队以总分455.35分夺得金牌，中国队以442.65分夺得银牌，俄罗斯队获得。我们国家目前的派出的运动员，女的男的是卢一通，女的女运动员呢是汪浩。那么，因为汪浩呢，他是主要主项是跳台的运动员，在跳板上面呢，相比之下的话，可能弱一点。那么卢一通曾经在10米台上面呢。